弟弟打车，弟弟打车，弟弟打车，妹妹打车。Spring， 你有完没完了？我怎么了？弟弟打车，妹。哎，我是带走吗？走走。哎，帅哥，坐我这个，我这个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的，真坐我这个才10块钱。我这个3块钱。要10块钱呢、啊，我还是坐他的吧。我这还有空调呢。坐我的，3块钱。那你这2块行不行？两块呀、啊，两块。你真走吗？我真走啊。上。我这8块，帅哥。我坐他的，坐他的。2块，走。坐好了。走了。我2块钱。哎呀，坐的是公司去吗？去。我这也去。哥，一会儿下雨了，你坐他的车会淋着的。哎，不，你这太贵了。会感冒的，哥。没事，没关系。哎呀，八块收你8块行不行？太贵。他这还得等红绿灯呢。8块也贵呀。坐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好了。走了。走了。我天哪，什么人呢？天天抢我生意。气死我了！不行，我得想个招啊！妹妹打车！哎，啥意思呀？这怎么还占我地方呢？哎呀，咋的了？不是这条路是你家的呀？啊，先到先得，你懂不懂啊？你懂不懂这规矩？啥人呢？这是弟弟打车，弟弟打车，妹，哎，哥，坐我的车吧。不是，坐我的还2块。哥，你还两块。哥，你看见了没？今天这天要下雨，是不是？你坐他的车会淋成落汤鸡的，会感冒的。哥，没事，他是便宜，我是便宜。别，哥，都是真皮座椅，坐着可舒服了，真的。还有空调，你过来先瞅瞅，你先瞅瞅。哎呦我去，是不是？可舒服了，我告诉你，是吧？是，坐你这儿，坐我这儿，今天坐你这儿，10块钱啊，10块啊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我先给你开锁啊。好的。兄弟，都下面坐一下啊！哎，好嘞！哎呀，美女啊，你知道松子公司怎么走吗？哎，知道，你放心吧，安哥。哎，你也系好安全带，安哥。哎，好了。哎呦，记得放这儿呢。准备好了吗，哥？好了。哎，出发了啊！走吧。哎呀，还是这根线好。咦，放下来。这我还怕没生意做吗？真是。好了，走，接客去。哎呦我的妈！
滴滴打车，哎，这也没个生意啊。滴滴打车，滴滴打车，妹妹打车，妹妹打车，妹妹打车。我说，你这几天这生意是越来越好了呀？哦，还可以吧，也就是一天几十单而已。哎呀，几十单而已。那，滚。那你说我要是坐你的车怎么样啊？你坐？啊。也行，坐呗，来者是客。虽然你在地下吧是我的敌人，但是你到我车上来那就是我的客人。真坐呀？真坐，真坐。那等会儿啊，我给你先把车锁打开。上哪儿去啊？我去汽车站吧。行。哎呦我的妈！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咱就出发了啊！你等一下走。好了没？啊，等会儿啊！这钱哪儿去了呀？这是？刚刚明明就在这儿了。出发了。啊。10块钱啊！来，老婆，你晚饭做好了没有？我都快饿死了。没有没有，没看见我这儿忙啊。老婆，我这从早晨忙到现在，连中午饭都没吃，我这都快饿死了，你快去做饭吧。没看见老娘这玩游戏啊？早上有剩菜剩饭，前两天剩的，快去。你看你天天就这玩游戏，家这么乱你也不知道收拾，那么些衣服你也不知道洗洗。你没收拾没觉啊？我看你现在对我是挺有意见的。妈，你叫什么？啊，你都听清楚了吧？来，你跟他妈说两句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什么都可以没有，你可以连梦想都没有。因为你是女人，嫁给一个男，你什么都有了，而我不行啊，因为我是男人，男人必须要成功，如果不成功的话，就没有钱，没有车，没有房，就会被你们这类女人给无情的抛弃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要变成一个女人。哎呦我的妈！